大家好啊！如果唔睇只依只表面咧，斋系俾你睇副机芯啊，你应该都知系咩牌子啩？因为个坨啦，嗰度嗰个 logo 啦，咁其实系就系格拉苏蒂，吓、啊，德国嘅啊劲嘢啊 ，Gasuti Original。咁啊，阿华哥依副机芯都好劲喎。系啊，呢只佢100小时嘅 Power Reserve。系，咁你见到啲打磨啊？一般就唔嗰、那个去发条嗰、那个嗰、嗯那个组嘢咧，冇咁多个轮嘅。呢只我睇下睇下，有成四个轮。嗯，一般就一个大钢轮，一个小钢轮咁样啦，好简单啊。但系呢个有成四组轮喺度啊。再加上佢个坨啊，同夹板啲打磨都系、哇一流啊。咁啊，依只就系金标啦 ，Big Day 啊。好啦，終於俾你睇佢嘅標面啦，咁係一副象牙色嘅面啦，好靚嘅一隻金標啦，咁加上 Big Day 藍鋼針，同埋大家睇個秒針啦，個貼度都係有佢個 logo 嘅，咁啊依隻 Gasuti 嘅金標 Big Day 嘅金標幾多錢咧？15,500 啊！啊，都係有折扣嘅，一定有折嘅啦。係啦，咁啊，一定係個好價啦。咁啊，另外同樣呢只 Big Day 亦都有隻鋼錶。係 ，OK。咁啊，呢只鋼嘅又幾錢啊？鋼有78,000。OK， 78,000。有興趣嘅朋友可以落嚟窗邊睇下實物啦。一隻金錶，一隻鋼錶。OK， 拜拜。拜拜。